好，今天我们来讨论2021年的昆城预试初三的数学预试。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第一题，计算一减去负二乘负三，然后外面有一个平方，然后乘以这个负四减去五乘负六平方。OK，所以这个余弦做的啊。首先呢，它是看到负二乘负三，就是负负得正，所以是，外面有一个负，所以是变成六，哎，三二六，这个很好。然后其余的来讲，这个六的平方会得到三十六，三十六再乘以五的话呢，六五三十，三五十五180，哦，所以它也把这个平方乘五呢给做出来了。最后呢，这个是等于负。负五嘛，对不对？负五的平方再乘以负四就会得到100，然后这个负负得正，然后这里有一个负，所以是负100，负100减180就等于负280，所以答案是 C，非常好，OK，这个是，OK，大概是这样子。第二题，三间网购，哦。三间网购公司呢，它准备有一个促销。甲的话呢，每5天促销一次；乙的话呢，每6天促销一次；丙的话呢，每8天促销一次。这个就是我们的 LCM 嘛，对不对？然后8月1号呢，他们三个都一起促销的话，请问几天后他们会再同时的促销一次？我忘记了我在考试的时候用的逻辑，可是正确答案是 C。OK，这个呢？它其实就是要找 LCM 嘛，对，我们先找 LCM，你会看到我可以同时的除以二，这两个可以除以二，一个得到三，一个得到四，一个得到五。过后呢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了，那我们可以乘完起来，五四二十，二十乘二等于四十，四十乘三等于120，所以呢就会得到120天过后。哎，120天过后呢，他们就会，同时的又在三间一起的进行那个促销。OK，所以这个题是用 LCM 的一个做法。第三题，小贤呢，现有1200美元，9月份呢，他把一半的美元兑换成马币，然后呢，兑换率，来晚了。OK。我们讨论了2题而已啦，啊，还行。OK，兑换率呢是1美元4块2。10月的时候呢，他把剩余的美金呢又换回去马币，然后呢是1美元呢等于3块9。求10月跟9月的一个换的差，这一题来讲呢，当然你可以看到经营的做法来讲，他就讲哦，反正换一半嘛，就是600乘4.2，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是600乘以3.9，然后呢两个减一减呢就得了180。当然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写成600乘4.2，再加减去这个600乘。3.9的话，也就这个怎么变成这样子？那你会看到呢，两个都有600哦，所以你可以把这个600给抽出来。这个 device 不是很600抽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我可以用3.2，我可以用4.2减去3.9，所以这一边来讲呢，我就会得到600乘以4.2减3.9呢，就会得到0.3。啊，然后呢，你会看到呢，如果是这样子来的做的话呢，我越掉一个零，这里乘过去等于三，六三十八，180，是不是容易算很多呢？对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呢，你可以抽600出来，你直接用4.2减3.9，然后呢再乘以600呢，是会比较容易做的。虽然答案是一样啦，啊，答案是一样，OK。Marco，你要不要试下做那个练习呀？因为我没有预料，没有遇到你，我没有预知你会进来。不过这个是那个尊孔的考卷，你可以去看一下啦。OK，
没有放你的名字啊，我不懂你有进来。好，第四题，这些都是学生同学们做的啊，所以你看一下人家的实力已经是几乎都是可以全部题目都要会做了啊，所以，只是你们好像是折扣了，好像这种题型比较不会，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做错啊。大同书局呢买进了一批书籍，已知成本是定价的75%。OK， 然后定价的75%，定价这个是成本，成本是定价的75%。OK， 我们先写一下哦，因为不这样子的话，我们才知道说那个情况是这样。过后呢，以定价折扣18%后卖出，这个是卖出去的，可以卖出去的，所以这个是扣18%啊，扣18%。所以求它的盈率，盈率就是赚多少%。所以这边你会讲到，哎，老师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数字嘞，对不对啊？我们只知道定价如果是 X 的话，那这个成本就会是 0.75X。OK， 然后呢，这个卖出去因为是98%，所以它这应该是 0.9X。所以这边它赚多少呢？其实就是 0.9 减去 0.75 嘛。OK， 0.9 减 0.75 就是等于 0.15X， 然后呢除以成本。我们盈率来讲呢，都是除以成本的。OK， 这样的话呢，你的 X 就会去掉，然后呢再乘以180。那上下呢，我们都以两个零啊，乘以这个100的话，就以两位。然后75跟100可以月减25，等于4，这边等于3，再月减一个3就等于5，5是20，所以我们知道。盈率是20%， OK， 所以这题哦有点难度，对不对？每次遇到这个算钱的，而且这一边呢，它的难度更大了，因为它没有给你任何的一个价钱，你要用设 X 的一个方法，然后呢，盈率你会发现到那个 X 就会去掉了 ，OK， 所以这题是这样子来做。好，第五题，已知 A 是等于根号二加一 ，B 是等于一减根号二，然后 A 平方加 B 平 A 平方 B 减 AB 平方，这题要怎样做？首先，尹璇他发现到，他可以抽 AB 出来。但你抽出来的时候有点奇怪，因为你这里抽 AB 啊，前面抽 AB 呢是剩下 A， 后面抽 AB 呢是剩下 B， 这个加一是来干嘛？应该是不需要，应该是不需要的，所以它其实最后呢是 A 减 B 而已啦。OK， 那 AB 是，所以它 A 放进来是根号二加一，没有错。B 放进来是一减根号二，但是它是减的话呢，是变成了减一加根号二，所以各中间这两个我不知道是怎样来，总之这两个不是很，总之是这两个其实是并没有，不过呢答案都一样了，是像你这样看的话，所以前面呢 AB 的话呢就会得到根号二加一乘。一减根号二，当然你可以把它对调一下，变成一加根号二，你就会有前加后乘前减后，那你就可以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那这一个呢，你这样子做的话呢，就有点啰嗦了，对不对？前加后乘前减后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就会得到一减去二，这里要括弧起来。这一边是根号二加根号二得到两个根号二，所以你一直照抄。一减根号二，一减二会得到负一，所以得到负二根号二。答案是对啦，不过你在步骤的中间呢，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OK， 字体还可以啊，你的字体没有笔都好，都还蛮整齐的啊，不错不错。第六题，已知 XY。这我没有笔啊，你的笔被充公嘛？已知 x y 等于一，求代数是
这个代数是 OK，说、so, 佳敏做的哈，通分，哎，分母相乘，然后呢，y 加 e 乘上去就得到 xy 加 x 加 xy 加 y，对啊，说、so, 这边两个 xy，x 加 y，哦，奇怪，为什么你可以约掉 x 加 y 的？应该是不可以约的哦。哦，你这边概念上有点错误了，除非它是相乘的情况呢才可以约。哎，相乘的情况才可以约见。但是这里如果我要进行约见的话，如果它展开哈，哦，我相信它是展。它是展开，这个展开的步骤没有错，就是 x y 加 x y 可以得到 2xy，这里得到 x 加 y，这个 OK。展开这个乘这个等于 x y，加 x 加 y 再加 e，这个都对，只是你越减就错了。那过后要怎样做呢？如果我不越减的话，我把 x y 放 e 进来，你会发现到上面是 x 加 y，x 加 y 再加2，对不对？啊。然后呢，下面呢就是 x 加 y，再加一，再加一，所以也是加二，所以两个这个情况才可以越减，一模一样的我才可以越减。你越错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越了之后答案会是一样。OK，答案还是一啦，不过这个就是凑巧而已。哎，不过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把 x y 代 e 进去了之后，两个一模一样的才可以约。你把两个 x 加 y 约，其实不是不太对的，因为他们是加法的一个关系。OK，就我要纠正你那个步骤的错误，不是说得到答案了就是王道这样子。我们不是我们数学来讲了，这个叫凑巧，你这么凑巧做对，答案做到一样，但是其实整个概念是错的。OK，所以希望希望哈，这么凑巧对，OK，这个叫幸运哦，这个真的是叫幸运。OK，第七题，已知音速是340 m/s，这个是我们科学上就有学的啦。两地的距离如果是2040的话，甲地放鞭炮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在乙地听到那个鞭炮声？这个是去一程罢了。哎，我们你要分清楚到底是去一程还是来回的。所以这个是去一程罢了，我们只是用距离除以时间就可以了。距离除以速度等于时间，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啊。那怎样除嘞？这个数目不是很好，哎，还不是很好做。零跟零约减，然后你可以约一个二，得到17，这里约到一个二，得到102。过后呢，就要用长除法，刚好是6 7 6 42。616789010，刚好102，所以答案是6秒。Very good。OK，Isaac 的这题。OK，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是38万公里。是以科学技术法来表示这个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它应该还是保留回公里吧，它没有讲清楚。所以万其实是4个零嘛。对，科学技术法一定要用3.8，然后我们只能有一个不是零的位数，然后呢就要其他的就要小数点。所以呢，如果我的这个小数点要从这个位置移到去这个位置的话，总共移了1、2、3、4、5个位，所以是10的50方。所以我相信答案就是 boy 啦。OK，余弦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啊，非常好。OK，甲、乙、丙三个人合股，他们投资的比是9比7比3，然后呢，甲、乙比丙多投了十八千，我们每次叫18000，18000。问三个人共合资了多少钱？可以看得出来，乙是7的话，丙是3，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相差了4份。
所以你只需要用18千除以4再乘以19。OK，所以这里 Elisha 的做法，它是除以19分之4，所以也是到头来也是除以4乘以19。这个19呢，其实是9加7加3，因为是全部人的总共投资了19份。哎，所以这个也就是最快的做法啦。哎，不过你好像是缺了一个零啊，你好像少了一个零哎，18000才对啊，这少了一个零了啊。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法啦，18000除以四，这个我的笔怎么这样子的？好像一直 kick 哈 kick 哈这样。OK，除以四再乘以19，然后呢，4416，4520，OK，所以等于4500。哎，然后呢，再乘起来。由于我的笔不是很好，我们用计算机来按一下啦。啊，这个应该两个位数，应该没有说太难的啊。你用那个直式应该可以算得出来，85500。哎，你们考试不能用计算机啊？所以再次提醒，考试不能用计算机。我的笔今天出了一些问题，还是可能 Jamboard 的关系，我不晓得。OK，第十题，我们来看一下啊，575加101，这一个的话，怎样来做比较快嘞？因为它的答案以十进位制，而且我们的加法也习惯了十进位制，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换成十进位制来做吧。对，所以575来讲呢，它其实是五加上七乘八，7856，再加上五乘以8864，五乘以64来讲呢，哎，得到320，过后再加起来，就会得到11381，哎，381，所以正确啦，381。然后101来讲呢，这个一是代表一了，这个代表二，这个代表224，所以呢，四加一就会得到五，然后两个加起来当然就是386了，所以答案是 donkey，very good。哇哇！今天好像全部人都做对，要做错那个都那个答案结果也是对，今天啊、哦、有点神奇了。OK，我们来看一下这题，因式分解，因式分解，哇，你好厉害耶！我看不出来可以这样子来因式分解。我看到的是这一种四项的，一般来讲是用分组分解法。那前面的两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减二 x 的完全平方，我们就有前平方减后平方，所以我可以因式分解成一加二 x 乘上一减二 x，对不对？OK，那后面的这两项来讲，我可以抽 y 出来，但是就会变成4x 减 y 哦。这样不行嘞，不行。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哦，sorry，这样哦，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后面三项，哎，后面三项其实你要辨认得出来，2比2比1其实是一个完全平方来的，它是2x 减 y 吧，2x 减 y 的完全平方。OK，你可以把先抽一个负出来，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它其实是2x 减 y 的完全平方，那你就会有前平方减后平方了。那它的再因式分解就会得到前加后乘前减后，就是一减 2x 减减变加。那答案肯定不是 donkey 啦。啊，这题的答案应该是有吗？有吗？应该是 B 啦，它只是跟我上下倒转了，他先写下面这项，再写上面这项，对吧？所以答案是 boy。OK，Jacques 做错了啦，哦，终于有一题大家是，有人做错了。OK，啊，这个题型好像我也是看过了，好像不懂哪一份考卷也是有出过这种类型的题目，所以要看得出来，它三项一起变成完全平方式呢，这个也是常用的一个手法。OK，第12题，2x 平方减 2y 平方，先抽一个二，再看到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前加后乘前减后，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这个其实没有得好，没有得好因式分解嘞，这里错了嘞，这里完全可以不用理它，它是有 x 减 y 总共三项哦，然后呢，后面这个的话呢，x 平方减 2xy 加 y 平方是等于 x 减 y 的完全平方，然后呢，它是有八的，OK，它有八在那边。所以它的 HCF 来讲呢，这里有二，这里有四，这里有八呢，HCF 应该要选一个二才对。然后呢，这一项有 x 减二，这里也有 x 减二，这里有 x 减二的平方，所以呢，应该是 x 减二。所以乘进去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二 x 减二 y，所以它的真实的 HCF 应该是 donkey。OK，所以你们没有，你应该没有看到这个八。OK，没有看到八了哈，有看到八应该就会知道有一个二在那边。OK，第13题解方程式，我看一下啊，佳明做的，第一步应该是三个都乘以六了，所以你有括弧这个六在这边应该是乘的意思，月减了之后有二乘进去，二 x 减二，very good，这个得到六 x，这个月减的时候得到三，三乘进去三 x 加三。正确，再来把这两个加起来等于 8x，把9拉过来变减 x，这个拉过去就加5，两个乘负就得到负5，very good。哎，当然那个步骤来讲还可以再精简一点啦，不过不要紧了哦，这样子应该，这样子应该是对于学生来讲应该是很好的啦。OK，第14题，解方程式。这一题你好像是乘以二吧？哦，每一项乘以二，这个是为什么？这下面有二，应该没有二吧？乘以二的话呢，得到七二十四，这个分母的二越掉了，所以就得到减五，这个三二六，然后呢，你把十四拉过去减，可以。OK，然后呢，在这一步注意啦，因为这里有负五，你必须要连负五给拉过去除，然后你如果除以负的话呢，符号必须要调转，所以负负得正，所以是小于等于五分之八的答案是 C。OK，Isaac，注意这一个步骤啦，非常常见的在处理不等式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有负的话呢，必须要连负也拉过去除。当你一除负的话呢，你的等式呢，不等式呢就要对调方向，方向对调的。OK，Isaac 注意了。第15题，这一题移旋的做法，首先它先因式分解，它先乘一个负哦，虽然。如果你把它先早放零，你才可以乘负。你没有，你放这 y 放乘一个负，好像不是很正确。哦，没有乘负，sorry 啊，你只是对调那个位置而已。把先写 x 平方，OK，very good。然后呢，再因式分解。然后 y 等于零的时候呢，它会等于一和等于三。然后，因为 x 平方前面的系数是正一的，所以它是开口向上的，所以综合以上几点，这个是一，这个是三，还有，当然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y-axis 的 intercept 呢也会是等于三，然后它必须要是开口向上，所以答案是 C，OK，正确，理解哈？这个当然高中有高中的一个看区分的一个方式，初中来讲，我们最主要，我们只要去计算它的 x-intercept、y-intercept，还有 x 平方前面的系数，如果是正的话，它就是笑脸；如果是负的话呢，它就哭脸。基本上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parabola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了。OK，下一题，Alicia 没有写出来哦。第16题，已知 x 一 y 的平方而反变，所以就是 y 的平方，然后呢放一个 k 在上面，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呢是把那个负一给放进来，负一的平方
负一的平方分之 k 等于三，负一的平方就等于一，真的一，所以 k 就等于三，所以 k 等于三了之后呢，再带回进来，OK，带回进来，然后呢，因为这个时候呢，x 等于一，请问 y 等于多少？所以 y 调位的时候呢，y 平方是等于三。y 就会是等于正负根号三，答案是 C。应该是啊，哦，应该是 C 了，正确啊，是。好，再来第17题，不会呢？怎么办呢？这题不会耶。我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吧。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好像没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唯有的就解完出来。这一题其实就是，左边呢，你可以看到呢，它有给了你 x 减一，好，x 减一，x 减三乘起来等于负一的话，我们展开，左边展开的话，就会得到 x 乘 x 到 x 平方了，x 乘减三得到减三 x。再来减 x 就等于减4x，过后两个相乘得到加3，最后再把这个负一给拉进来变加一，所以我们就会有 x 平方减 4x 加4，这个其实就是 x 减2的完全平方来的。然后如果你很熟练那个完全平方公式的话，那我们的 x 呢就会是等于2了。我们 x 等于二的话，我再丢回进去那个 x 减三、x 减二的、x 减四的这个部分，二减三乘上二减四，我们就会得到负一乘上负二，负负得正，所以答案是二 C。可以啊？还要去拜访叔叔，开冷气吃零食，把你丢在家，好可怜啊！哎呀，还有2个礼拜了啊！我们加油加油，2个礼拜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放假了。好，第18题，已知 PQS 表示 R，也就是说我们要把 R 给放在同一边的啊，所以我们先交叉乘哦，把那个 R 平方给乘过去，然后呢，这个乘进来了。就是展开它，就会得到三 q r 平方减去三 q s。然后，当然我讲，我 r 平方要放在一起啦，所以我们把这个拉过来，这个减三拉过去了，这边加三 q s。所以这一个呢是三 q 减去 p r 平方，我跳步了一下，OK，这个拉过来是减的。然后 r 平方给抽出来，所以呢，我的 r 呢应该就会是等于开根号了，对不对？啊，因为它有平方，这个拉过去变分母，三 qs 除以三 q 减 p。OK，C 的这个选项你可以看到跟我的选项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好像前后倒转了一下，所以不行啦。差一点点都好了，因为这个就是差了一个负值，你必须要乘多一个负，我才可以调的，所以你不可以，所以为什么我这样拉的时候呢？减拉过去啊，拉过去拉过来的时候呢，你要非常小心那个正负的符号，非常的重要的。OK，quiz 做错了一些，第19题有三个位三有一个三位数其。十位数为 x，个位数比十位数小三，百位数比十位数啊，怎么？百位数是十位数的3倍，用 x 来表示这个数，所以如果它的十位数是 x 的话，个位数就是 x 减三，百位数就是3x 哦，因为它是3倍，所以这个数目来讲，因为百位数我就要乘100。十位数我就要乘十，个位数我就保留。我们乘进去的话呢，这个等于300，这个等于10x，然后全部加起来就是311x 减三。OK，very good，这个是很好的。
虽然那个题目好像很乱哦，不过这样子慢慢的分析呢，感觉上也没有说太难啦。OK，第二十题。OK，这题讲座，哇，你把平方抽出来，这个有点太武断了吧？等于二十，结果没有答案，对不对？哎呦，记得 x 加 y 的完全平方的公式是什么？还记得吗？前平方加两个前乘后，再加后平方。哎，等于二十，然后它又有 x 减 y 的完全平方等于八哦。我们展开就会得到前平方减两个前乘后，再加后平方等于八。你会看到，如果这个是第一项，这个是第二项，两个相加会是什么？两个相加呢，你就会看到这两个一加一减就会去掉两个 x 平方，两个 y 平方，所以就会得到两个 x 平方加 y 平方。对不对？二十加八等于二十八，所以我把二拉过来除，是不是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x 平方加 y 平方就会等于是四了，所以答案是 donkey。世上能够弄傻老师的就是我，我还没有傻啦，有没有？这一个完全平方公式。第五行，这一个是第一号，这个是第二号，我们两个相加哈，x 平方加 x 平方就两个 x 平方，这个 2xy 减 2xy 就去掉了，约掉了，y 平方加 y 平方也是两个 y 平方，两个都是两个的，所以我把2抽出来，所以20加8等于28，我再把2拉过去除，28除以2就等于14，这样子咯。明白啊？负二 xy 去哪里？两个相加吗？一个是加二 xy，一个是减二 xy 啊。一加一减，约掉了咯。啊，消就是抵消掉了。OK，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法来的。哦，当然你要对这种两个方程式互加互减呢、啊，要有很熟练的一个处理啦啊。OK，昆虫的部分没有问题啊。这个是 paper one 的上半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老师要杀掉我，还好啦。你要搞懂这个题型啊，就 OK 了。我是很和蔼可亲的，我没有凶的啦。好，再下来一个啊，第21题，这一个。哇，你在做梦？他把八变成了二的三次方，可以。他把三分之一变成三的负一次方，然后把三乘进来，所以是三的负三次方，可以。但是这里为什么是二加三呢？应该三再拉回前去三二六吧。但是你会看到二加三得到六的话，你也是很厉害一下。啊，其实是三乘二。哎，因为你把三乘拉下来是二乘三的意思啦，啊，二乘三等于六，六是对的，但是二加三是错的，OK，所以这里负负得正，因为负三拉下来负负得正，哎，所以是加三，六加三等于九，答案是对，但是中间的一些步骤，我觉得我希望你是纯粹手误写错了，哦，不过。概念最好要对了哈，就是二加三是等于六，六加三等于九啊，这样子。哎，啊，对的哦，答案是九。啊，再来第二题啊，几何的题目了。AMN 等于 AQP，所以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角度，这里90度，这里也是90度，所以换句话呢，这里有两个相似三角形哦，大家看得出来吧？哎，所以 MN 比 PQ 呢，相等于，宜玄做了很长哦，他用什么 tangent 30度，但这里没有讲是30度啊，这里也没有讲是多少度啊，对，你不可以用这个 tangent 的三十度，还是真的是30度？我看一下，
这里是18，这是1.8，这里0.8，好像不是30度啦。哦，这一题来讲呢，因为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角度，这个90度这里也是等于90度，两角对应相等，两个三角形是相似，哪两个呢？就是 MAN 相似，QAP。所以呢，如果我要找 MN 比上 PQ 的话，我可以随便再找两个，MA 比上 QA，也或者 AN 比上 AP，看下哪一个是有值的。像 AMA 呢，其实是有的，就是1.2加0.6。QA 有吗？QA 也是有哦，然后 AN。也有 AP 也有，所以看你随便用一个就可以了。OK，当然用 AN 比 AP 应该是最快的啦，所以是0.8除以1.2，一位除以四得到二，除以四得到三，三分之二，所以是2:3，答案又对的哦。你们很生气啊你，当然，它可能它的概念来讲，你用 tangent 三十，但是这个tangent 三十，其实你放 tangent 西塔，你不要用任何的值都好，刚好是可以约掉的。所以这么巧，你不影响，哎，不影响，所以这个有点神奇啊。但是你的做法，其实如果你就是在 paper two 就肯定是错了。哎，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份考卷你们是什么幸运之神眷顾你们吧？全部的那个步骤是错的，这是还是可以选对答案的啊！我也是醉了。23题，如果一个正多边形的内角和是135的话，请找出那个边数。那当然这个Alicia，你用的做法是用内角和除以 n。当然，这个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会很慢啊。你可以看到呢，它 n 乘上去是吧？它先展开180乘进去因为这个是内角和的那个公式，180乘进去了之后，n 乘过去，然后呢，把它拉过来，这个拉过去，扣出来45，360除以45就等于这个八，答案是对的，做法也是对的。但是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内角如果是135度的话，外角就会是45度。我们知道外角和一定是360，所以如果我用直接用360除以45，我就可以知道，八了，所以就会是最后一步了。我直接的跳去最后一步了，你看嘛，OK，所以这个呢，善用外角。我常常跟学生讲，你们要善用那个外角，如果有办法找到外角，尽可能用外角，因为会比较容易一点。OK，好，所以这个答案当然也是对的了啊。这个还不是做错哦，不是用错，不是错，用错方法找到对的答案，他的方法也是对的，只是会比较长一点。我提供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方法。以下哪个关于三角形的说明是正确的？等腰三角形一定是锐角三角形。锐角的意思是每个角都小于180度，那我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等腰吧？哎，这个很明显就大过180度了，所以这个是错误的。不用看了，B 就有 E 的就肯定错了。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钝角三角形比锐角三角形的内角和度大，这个肯定不对啦。因为我们讲，不管什么三角形都好，它的这个内角和都一定是180，都会相等的。所以看起来答案应该是 A 咯。三角形任何两个边的和都会大于第三边，是有这样子一个定理的。哎，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哎，三角形的等腰三角形的顶角角平分线。垂直平分底角啊，这个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定理。如果这里是等腰的话，这里一定是垂直平分。哎，也是对的，所以答案是二和三。哎，不不不，三和四，sorry，三和四。第25题啊，这个是历届题来的哦。我不知道你们有记不记得，他问的是哪两个相似三角形啊？这个是一跟三啊。
原因是什么？如果这个角度是西塔的话，这里就会是180减90再减西塔，所以是90度减西塔。所以这里90度减西塔，这里90度的话，这样这里就会是西塔。我只要找到有两个角是一样的话，因为他们每一个哦都有一个90度了，所以我只需要再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是相等的，他们就会是相似。这题是一和三，完完全全跟历届的某个题，我不知道第几年了，我忘记了第几年，不过你们可以去 check 那个相似型的那一张。这是什么鬼逻辑？两角对应相等，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相似型其实难在它的那个证明，它其实是非常考逻辑的一张来的。相似型其实是啦，就是很多学生就讲，很多学生，然后即使我也是觉得对学生来讲啦，这个相似型算是最难的一个章节了。对对对，这题 OK 一跟四，其实二跟其他的你找不到两个角相等的，总之你自己去慢慢玩一下。OK， 第26题，哎，有图了吗？怎么这题好像没有 A B C 的位？我看一下那个题目是哪里啊？看一下原本题目先。哎，奇怪，去哪里？怎么那个？他跟我 A B C D 那个真的没有了，没有图了，没有图了。这个是你自己画的图是吧？已知 QA 等于5cm。对不起，我还是看不懂。哎，不好意思，你尹轩，你讲哪里看不懂？是上一题吗？这一题啊？这一题看不懂，相似型不是，下一题，这题 ，OK， 我还没有看题目啊 ，sorry 啊，我还没有看题目 ，OK，QA 是等于五 cm 七，但是 QA 是五 cm，QTA 是直角，像这个是 T。球员的面积 ，OK， 我看一下 ，QA 是5 cm，TA 是为一圆的两条旋直角啊，你画错了啦，你画错了，因为两条旋哦，然后呢 ，QTA 是直角的话，我们应该用一个半圆含直角的一个概念。QA 如果是5 cm，TA 是2根号6的话，那这个圆一定是以 QA 作为直径的，因为半圆含直角的关系。QTA 是直角的话 ，QA 就是它的那个直径了。所以这题也不用讲这样多，反正我们知道说，5 cm 是直径，哦，就是1/5就会是半径。那个面积就会是派 r 平方，55/25/224，所以哎没有答案，没有答案。QA 和 TA 是两条旋 ，QTA 是直角，哎，两条旋又直角，这是弄错了吗？尴尬了，我在，但是它的两条旋直径 QA 为直径，直径也可以是旋来的吗？对不对 ？QA 也是旋呐、啊，旋的意思呢，就是 cut 过的这个圆的一条直线，我们就叫旋。直径也是属于一个旋 ，QTA 是直径，QTA 是直角 ，T
TAQA，我可能要再看一下那个原本的题目，我可能有打错还是什么？哎呀，不好意思啊，再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原本的题目。再不然就是他出错题，但是我先不要这样武断，我先看一下那个题目是这样的。有可能是，它是 QTA 啊，这个直角没有写错啊。OK， 我看一下那个题目先啊。哦，我要是找那个题目也有点需要写时间。可以用 search 的吗？不行，等等啊，我得给一个拉先。圆面积。我设计一下吧，圆面积。哦，不是，它是全部是图来的哦。它用图我就找不到了。是这样，给我一些时间。哦，跟着顺序的。QA 是 5cm，TA 是2根号5。QTA 是直角球圆面积，我没有打错啊。然后这个只是 cut 掉了一部分，这个是有一个四在下面，有没有弄错啊？圆的面积吗？2根号5，题目是2根号5吗？2根号6也是一样。其实它没有影响的哦，这个 TA QA 跟 TA， 因为我们的直径是5，我觉得这题你们要跟老师讲应该是 bonus 了啦，没有理由我是看错了啦。哦，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啊，这个如果换成1/7/22呢？还不行吗？这样子有点又没有越不掉啊，那也没有理由是这个啊，也不会是这个啊。出错题了啦。哦，我觉得有可能那个老师以为是 donkey， 就是说他忘记这个是直径而不是半径，所以他就五的。取了平方得到25π，它就收工了。但是这个 5cm 应该是直径来的吧。OK， 我问一下你们的老师吧，这个应该是出错题了。我上网问一下其他老师一下。OK， 第27题，okay， 如图所示，三角形 PQR， ABQ， ABQ 是这里 Y。角 P 是这个2y 加18度 ，AB 垂直于 PQ，BC 垂直于 QR 在，哦，这里是垂直的 ，OK， 角 R 是50度 ，ABC 的角是多少？有点乱哈，不好意思啊，我要再画过了，看到有点太乱了啦。而且哪一个是你找的，哪一个是原本的，我也是看不太出来的啦。OK， 我要再看一下啊，他给我的是这个三角形 P， A 这个是90度，这个是 Q， 这个是 B， 这个是 Y， 对吧？这个是 R。然后呢，这里有一个90度，这边是50度，对，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角度是 2y 加18。
然后呢，还要找这个角，所以我基本上我找到 y 应该就可以了吧？所以这个是等于180减90减 y 等于这个角，像这个角也等于这个角，对，所以这个的西塔来讲呢，我们可以换过来这里。当然，西塔也等于90度减 y， 所以如果我用这样子一个大的三角形来看的话呢，我研究 2y 加18再加50再加90减 y 等于180的话，我这里 2y 减 y 得到 y， 这个拉过去是90，90减68的话呢，就会等于22。知道22了之后呢，应该是68吧？哎，你做到一半应该是卡住了啦，然后说它是 C 啦，140这边等于40堆，这个等于140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途，对吧？然后你到最后你找不出来，对吧？你又不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到的是，他要找的角度是这个角。而这个角就等于180减90减 y， 然后呢，同时也会等于这个角，这个也是90度减 y， 所以最后呢，我们的西塔就是等于90度减22了，等于68这样，OK， 好，这样子啦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其实没有做错啦，只是说。你没有一个目标性，这个几何来讲呢，它其实是，虽然有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你会角的角度呢，全部找完出来，但是你到最后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性呢，就是我要怎样可以再有一个合起来的一个方法。像这边的话，我们一看就知道 PQR 是一个三角形。哦，所以它的三角形内角和其实应该可以找到东西，又或者是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哦，这里是90，这个角度啊是90度减 y， 你也可以用 PABC 是圆内接，不是圆内，是四边形，内角和等于360啊，也是可以的。OK，所以最后你要有一个整合和就是角与角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才可以解出东西来。OK，第28题，已知 log 10底为 10，a 是等于以 a 来表示这一个东西。So Isaac 的做法，他先把这一个呢换成了指数式，应该就是10的负 3b 次方，然后负呢去掉呢变成了分母，10的3次方等于1000。哎，这里应该是 b 的，哦，应该是 b 了哦。然后呢，这个换成1000就是千分之 b，然后呢，两边取导数就会得到 a 分之一，very good 啊，这个做法就对了。OK，29题，a、b、c、d 是一个长方形，d、e、c、f 是一个正方形，a、b 是12，a、d 是25。请你找出阴影部分的面积，应该这是个涂绿色的部分吧？OK，当然我们知道它应该是长方形减去这个三角形嘛。好，然后呢，这个三角形是多少呢？你可以把这个正方形当做是我们叫风筝形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风筝形呢，它对角线互乘。对角线相乘，再乘以二分之一，就是它的那个那个面积了。哎，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做法，这里是十二，这里也是十二，所以这个不是很对哦，它应该是加法对吧？62，不是很对，我的做法是25。乘以十二，哎，这个是长方形，然后呢，减去这里的一半，
对吧？这个正方形的一半，而正方形呢是12×12，原本是除以二，现在变成除以四，因为除以二呢是等于这个正方形，除以四就会是等于这个三角形，理解吧？不是周长，不是周长，是对角线相乘。你看啊，因为它的对角线互相垂直，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角线拉出去。Okay, 就会变成了这个对角线跟这个对角线相等于这个乘这个，但是你会看到它是每一个三角形里面占一半而已，每一个三角形占一半。所以呢，我现在要我的做法是 ABCD 这个长方形减去这个三角形，看到吗？ OK, so,你的做法讲这里是六，其实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十二是 CD 的这条线，真正来讲应该是 CD 的一半是六。这里是六，这里是六，它的这个斜应该是六根号二。所以正式来讲，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做，你用六根号二乘六根号二，再乘以二分之一，你就会发现到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等于这个的做法。约减3×12=36。OK, so 25, 等下25乘12来讲 ,520,225,250,、等于300。OK, 诶 ,300 吗 ?520, 呀 ,520,245,300,300, 然后减去36。诶，不对，对，不太对路啊，周长我要过了，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找面积，刚才突然间有人提我想要写周长了，我没有看清楚。 OK, 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但是你还是错了啦，还是错了，因为你找周长的时候啊，你找周长的时候，你把这两条当作是六哦，就不太对了。对，刚才我讲了，它的是这一个是这一条是六，这一条是六，然后呢，斜边应该是六根号二，所以两条应该是两条应该是12根号二。OK, 所以25+25=50，50再加这个12=62，所以62呢，它还要再加这个12根号二。所以答案是 A。 明显不要小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周长啊， sorry sorry sorry。 OK, 好，这样子啦啊，说六根号二记得啦啊。 OK, 再来这一题，如图所示， PQSR 是正方形， PU 与 RQ 相交于 V,PVQ 是80度，请问 STU 这个角度是多少？我们知道这个是正方形的对角线应该是45度，三角形外角等于两内对角之和，这里是35度，对吧？ OK,所、so, 以这里是35的话，这里是90，那这一个呢自然的可以扣出来等于55吧。哦，用90减50最靠近的就是了，你真的很够太幸运了，我只能讲哎，太幸运了。OK, 我看一下你的破绽在哪里啊， VPQ 等于 VQP 等腰三角形，其实它并没有等腰，为什么？因除非它是 PS 相连，这样它就会有等腰，但是因为它没了出去嘛，所以它不是等腰的不 OK, 所以为什么你在这边是弄错了？ VPQ 是多少度我们不懂，但是 VQP 因为它是对角线，这里是等于45度，换句话呢 ,VPQ 哦，它是55啊。55来的啊，这一题这边是55度。当然你用这个方法找到55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同位角，其实也是可以很快的找出啊，它是55度。所以这里有点啰嗦了啦
哦，这些其实是可以，对，同位角相等，但是你找到五十是错的，是55才是正确。选最靠近你不选45。OK，Anyway，好，来看31题，与 Q 的距离等于12的动点。如果以一个点啊，它跟一个点的距离一直保持一样的话，它就会画出一个圆圈来。哎，它的半径为12，画出来的一个圆，哦，以 Q 为圆心，所以答案是 A。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讲，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啦。哎，你以 QA 平行的直线，问题是 A 本身都是一个动点了，对吧？QA 我要怎样平行嘞？因为 A 本身是一个动点，我们没有办法再找一个动点的。我们现在要找 A 的动轨迹，现在你又告诉我又是 QA 的。平行的直线，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乱水啊，这个肯定是错的。一讲到跟 A 有关的话呢，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好，再来，32题，这个是集合论啦。OK，我们的范畴有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A 是有一、二、四、五，B 是有零、五、六。请问 A 连 B 有一个余集。也就是说，外面，总之，A 跟 B 没有提到的那个你才要。零有提到，一有提到，二有提到，三没有提到，四有提到，五有提到，六有提到，七没有提到，八也没有提到，所以答案是 C。OK，讲完 ，Yes，交。如果 A 交 B，就是五。但是 a 交 b 如果有点的话，就是除了五以外全部的数就是零、一、二、三、四、六、七、八。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啊，这个点叫余集啊。可以啊，新同学，免费给他的，这个是我太太的侄儿，所以免费给他，一直在那个 group 里面没有出现过。你看，免费的东西就没有人。就是不珍惜的，哎，每次都是这样，今天才跑进来，可以啊。好，第33题，下表所示一项打字测试中，参与者打字的速度多少个字？per 分钟啦，1分钟打多少个字？求四分位数。所谓的四分位数，它没有上下中，上中下就是三个都要，Q1、Q2、Q3。OK。So，我们要看看什么？我要看什么？要看累计平数嘛？对，要算累计平数。三抄下来，3+4等于七，七加七等于14，14+8等于22，22+6等于28，28+2等于30。所以双数的话呢，30它的中位数就是15跟16之间，15是这一边，13，16也是13，所以它的中间刚好是这个13。OK，中位数是13，没有问题。那因为我是拿那个缝隙，所以我根本没有取掉任何一个数目啊，所以接下去呢，除二了之后呢，我还有15个数目。15个数目呢，加一除以二就会等于八，所以我们要把拿第八个数，就是第七在这里，第八在这里，所以12就会是我的球了。十 二，对呀，15除以二，15除以二，加一除以二，所以第八个啊，没有错哦，喂。我觉得你们的老师应该是弄错了吧，因为我的30+1除以2是等于15跟16之间，所以我没有拿到任何数，我就是15个数目单数的话呢，我们就要加一除以二，就拿第八个数目，第八个数目应该是12，你们的老师弄错了。
你们老师弄错了。OK，然后呢，再来的就是第十五个数目过后算八个，也是十五加八，十五加八等于23，所以就是十四，十四。我会圈 donkey 啦，不过它的这个下四分位数其实是算错了的哦。你不相信啊？我可以列完出来给你看，然后啊，十十十，你因为这个有点乱哈。如果最狠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列完出来啊，就是说它有三个十，还有四个十一，还有七个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哎，然后呢，八个。八个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十四是六个，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两个十五，啊，列完出来了之后。总共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的话呢，就是十五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一边。OK，然后呢，因为十五的话呢，它是单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看到吗？所以呢，它的这个十三跟十三之间，它的这个中位数是十三，它的下上四分位数是十二，OK，然后呢，这个下四分位数是十四。正确来讲，真正来讲啦，这个是我们叫，以这个公平性来讲啦，哦，这题应该要给 bonus 的啦，啊，这个老师出错题目了，老师自己也算错，OK，因为这个是 discrete 的 data，然后因为真正来讲应该是十二、十三、十四才对，可以吗？可以，你们现在还可以跟老师打回分的吗？不知道，过太久了。中华的话已经派成绩单，然后派回去，然后已经放假了，已经输入成绩了。不过你可以跟他凹一下啊，来拿回你的口气。OK 啊，34题，图中某班49人，49。59名，上面写49名，你是顽童人吗？对不对？一二，这里有两个平数，所以我们可以再验算一下，还是我打错？我再看一下那个原本的。有49名，他的确上面写49名，下面写59。哎呀，真是的。OK，所以我们按一下计算机啦。反正它当然它也是可以讲说你自己去算一下嘛。二加二加一加八加十二加七加五加五加七。OK，49个人呐、啊，这里59。OK，这个擦掉哈，49。OK，现在是要找最高跟最低分的差。最高分当然就是89分呢，然后呢，最低分应该是2分呢，89减2就87，应该很简单啦，答案是 donkey。OK，人数其实不是重点，OK，sorry，但是我纯粹是要找出他的那个错误来，真是可恶。OK，如图所示，初三爱班的什么冰淇淋口味分布。该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喜欢芋头，四分之一的话，应该就是90度嘞。
对吧？在这里应该是90度了，芋头。然后10名喜欢草莓，这里是十个。全班人数是多少？OK，说、这边应该是90度给了，这里150度，这里120度，这样这里应该是100度吧？这个应该是100度了。哦，我们用360，因为这里120加50应该是七一百七，也就是说这里又是90度，这里就会是100度。100度，100个学生，这样全班的人数是36个学生哦。所以100度代表100个学生吗？它总共有360度吗？像36个学生啊，为什么你选 A 呢？A 答案是 boy。OK，大概是这样了啊。这个是很八卦啊，人家喜欢吃什么冰淇淋都要管，没有了。有时候是可能食堂那边要调查嘞，他要进货，他要看一下要进多少货，看一下你们喜欢的口味这样子啊，分布平均一下。OK，如图是所示，是三个半径为4 cm 的，皆是 4 cm 半径，请你找出那个阴影部分的面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我看一下啊，你看一下，你给我想想，有点，这个加这个加这个。是有五这区有没有比较快的一个方法？我看一下余弦的做法，一个圆的面积是派 r 平方，就是16派。半圆的面积是8派，怎么要半圆呢？阴影部分，喂，就直接挑三分之八，怎么你这样厉害？你移位吗？哦，你可以推吗？应该是推吧。但问题是推，看一下啊，就是有点。应该不是这么难，应该有一个方法来算的吧？这是三个圆，有点，我又不要用到高中的做法，看一下啊，那个要看这三个点，OK，这里有一个，这还要找这个。这三个是一样的形状，但是如果我把其中一个把它推过来的话哦，它就是 something like this，但是还会有一个缝隙在这一边，不行，不能把它推，这样子来推哦。但是我如果连直线哦，我看一下啊，连直线的话，连直线基本上因为这里有全部是直角三角形来的，等边三角形来的，所以如果我把这一片移过来，我把这一片移过来，我把这个三角形移过来，我再把这个三角这一片移过来的话。好，还是很复杂嘛，很难哦。
除以三，我看一下啊，如果我像刚才这样子的移动的方式来讲，我把这个移过来，我把这个移过来，我再把这个移过来。它其哦，是像我刚才讲的，它还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隙，是还有嵌一个这样子的空隙。如果我把这个空这个拉过去，它是接近半圆，但是它又好像还多出那个空隙出来，差不多有多少分之多少嘞？不好说。哦，不好说。如果你是讲它差不多是一半的话，好像不是一半呢。OK，我再看一下。它如果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它是把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这个三这个补过来，OK，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了。OK，我再看一下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补贴方式。哎，只是说，我看下刚才好像是补贴错了，啊，这里有一条，如果我这样子各一条直线的话，这一两边哦是多出来的，我可以把它补去哪里呢？我可以把它补去这里跟这里补过来，然后呢，这一边来讲呢，因为这一个空的地方，我必须要把它补下来了之后，才可以完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我们再把它补下来，然后呢，这个再补回过去，它才会圆满的满成一个半圆。所以这题来讲呢，它贴了过后呢，就准准一个半圆了。所以刚才呢，你讲说一个圆形是16拍，半圆是8拍哦，所以它答案应该是 C 了。OK，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你是要用剪贴的一个方式啦，剪贴这样子，OK，有难度，这个有点像是，中国小学奥数这样子，小学奥数，图中所示是那个哪个阴影部分表示 A 叉 B 叉 C？我们讲 B 叉 C 哈，我们先看 B 叉 C，因为 B 叉 C 跨了出来啊，B 叉 C 呢就会是这个部分啦，OK，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把 A 把这个部分给剃掉，就是基本上还剃掉这个部分不了，啊，所以答案是 boy，答案是 boy，A 叉 B 叉 C，OK，因为 B 叉 C 是这个月亮嘛。所以 A 剃掉去有这个部分的部分了，对，这样子的意思。好，所以答案是 boy 啊。已知范极是这个范极，S 跟 T 都在范极里面，这个废话啦。因为基本上我们一提到范极，所有接下来提的集合都一定要在范极里面，所以这两句其实不太需要讲的。A 交 B 如果是不等于空集的话，就是说它们有相交了，OK，然后 S 连 T 交 S 连 T 交去交 S 的外面，大概是这个部分罢了，OK，T 的这个部分而已。与哪一个部分相等呢？空集吗？不是啊，S 连 T 交 S prime。S 连 T 交 S prime 与哪一个部分相等？
好像又出错题耶。S 是泛级的子集 ，T 也是泛级的子集 ，S 交 T 不是空集，不是空集 ，S 连 T 交 S 的余集 ，S 连 T 整篇交去 S 的余集，啊，的确是这一片呢，不等于 T 啊，也不等于 S 啊。也不等于空集啊，也不是 S prime 而已啊，因为它没有包括外面啊。这边又是一个错误的题目。不过我如果我考试我是全 donkey 啦，哎，这但是如果答案是 donkey 的话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 S 连 T， 等于泛集啊、才可以啊 ，S 连 T 等于泛集才可以是 S prime， 又是一个出错的题目。我看一下原题有没有蛛丝马迹。S 连 T 交 S prime， 是哦，我没有打错哦，啊，又是一个出错题喽。OK， 不是很好啊，他出错了，好像有几题都出错了啦。哎，第39题。负三亿，在原点放大因数是二，放大后的坐标应该是负六二了。哦，说答案是 A 哦，它纯粹就是负三亿，然后再减三再加一这样子，所以就会去到这个点。OK， 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了哈、哦，稍微的画图一下会比较容易理解。第40题，图中。图形二是一号旋转180度过后，旋转中心在哪里啊？你稍微的画直线交叉，应该是在10啊，啊，应该是在10，是10吗？我觉得是10啦，0.4啊，0.4很难看哦，我个人是觉得10啦，啊。当然如果那个正式考试那个图应该不会这么小，然后呢你应该是连线，因为直接连线就可以了，这个是旋转180度的，然后旋转180度的话你只要两个对应的相连交叉的地方应该就是了，我个人觉得是上下有点应该是对称的啦，应该是在 X 轴上啦，我说答案应该是 C。Alright， 所以这题没问题啦。Okay， 我们做再来我们看一下作答题的部分，11题。在哪里？这里。好崩溃的一天，还好啦，我觉得他很多题出错诶。是应该要负责任一下嘛？他不过你放心啦，我们如果是学校的话啦，通常会有老师就会反映说这题出问题，我每一次就是拿到考卷我会重做一次，然后出问题了之后我都会跟出题老师反映，然后可能到最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平衡这样子。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题啊。小静在7:30开车离开甲地，然后12停在休息站，并花了50分在休息站吃午餐，然后呢继续开车，3:05后他又在油站遇到了朋友聊了一会，然后呢他又开了2:05，于是20:10到达目的地。请问他遇到朋友的时刻是几时？哎，那他的这个7:30，这个是12在休息站，12再加50分钟。
然后呢，再加3个小时半，就会得到16:20。当然，他用这个，佳敏用这个24小时的一个写法，就是16:20，遇到了朋友，聊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对吧？所以他现在要问的是他聊了多久了耶？你要看到的是他聊了一阵子过后，花了2个小时半呢，就会。才去到这个目的地呢，是20:10，所以我们倒扣20:10，再减去2个小时半。诶，不对哦，应该是减掉2个小时半，我们就会得到20:10减去2个小时半，皆为过去变19，19减2是等于17。然后这个阶位变70，所以是14:40。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再跟这个16:20扣一扣呢，应该就可以找到1个小时20分钟了。哎，也是对哦，你是减30分钟，再减，应该也是可以得到1个小时半了。所以你，你是连这里3个一起减。哎，我是直接的跟这个时间点相扣一扣呢，就可以比较快的找出来了。2个小时20分钟，答案是对的啦，哎，可以接受。OK，第二题，小泽呢有一笔储蓄，他打算用这笔储蓄的1/4购买手机，剩余的1/2购买书籍，那其余的数额呢就存在银行。手机比书籍贵750块，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感觉上要画一下图，才比较好理解，对吧？OK，所以你可以看到储蓄的1/3是手机的，将剩下的1/4里面，他用1/2去买书，换句话呢，这两个相乘呢，其实相等于1/8。啊，然后呢，两个的手机比书贵750块，也就是说整个的钱如果是 x 的话，我再用 x 乘上这个1/3减1/8哦，就会是等于750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的做法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算到它的储蓄。是储蓄了多少？这个相等于6%减1/1是等于5%。给5% x 等于750的话呢，我们用750乘，除以5乘以8就可以了。515525，850，818，90，11，12，1200。你算到1200吗？数额怎么可能是分数嘞？对啊，这里你没有算出那个数额来，而他的钱呢是等于1200。手机的价格是多少？1200乘以1/3呢，就会是等于339900块啦。OK，900块，你全部是分数来的，都我们是要看数额嘛，所以你要把它换成 RM 才对的。OK。哦，不看了啊！好，第三题，一项工程呢，小英独坐10个小时完成，小林独坐15个小时完成，小兰独坐20个小时完成。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工作1个小时可以完成工程的1/10、1/15跟1/20。OK，三对开始合作，哎，三个都加起来。然后呢，中途呢，小英另有任务。由小林跟小兰，两队完成，从开始到工程完成总共6个小时。小英实际做了多少个小时？所以，如果我们问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想的是，我要怎么看呢、啊？OK，小林跟小兰的实际完成的时间，15/1加20/1乘6，
但是它的这个乘六好像不太对了哦。哦，也对哦。哦，你移弦的概念就是说，反正小林跟小兰呢，他们6个小时他们都有在工作，所以他直接用这个1/15加1/20，直接呢乘以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2个人工作完成了多少份，所以呢，他用1/15加1/20乘以六的话，乘进去，先通分吧。先通分，通分了之后呢，它直接通分成六十，哎，通分成60的话呢，这里就要乘四乘四，这里要乘三乘三，加起来是60/7，过后再跟这个六约减是10/7，也就是说这2个人呢完成了10/7，是小英呢完成了1/10，哎，1/3，所以也就是说他小英呢本身。他只是工作了3个小时，然后他就走掉了，哦，这样子的意思，OK，也就是真正中间了，OK。虽然他其实中途啊，他的中途其实没有代表准准中间的意思。哇，这么巧，这一题呢是刚好3个小时。最后余弦有再补充吗？有哦，然后呢，他再用1/7小时不对啦，因为1/7是那2位做的。所以你要用一减去1/10，再除以1/10哦，所以得到的是3小时。这里乱来的，不是乱来，你差一点点的，然后你差一点点，你要用一减去1/10，因为1/10是另外2位做的。OK，啊，好，再来这一题第四题，化简这一个，然后 Alicia 做的是有理化分母。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5减2等于3，然后呢，分子就会得到前加后的完全平方。前平方五加2个前乘后，2乘根号5乘根号2，再加后平方是二。哎，5加2是等于7，5乘2是等于10，所以是根号10。最后呢，再通分就会得到7加2根号10减3根号10。这里2个相减就减根号十，所以是7减根号10除以3，very good，完美啊！这个做法就大概是这样子。再来因式这分解这一个呢，你要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抽五，有做吗？哦，有这里抽五就会得到 x 平方减5x 加六。再来这里可以进行交叉乘因式分解，x 减二，x 减五，very good，这个也是对了，就这样子，非常简单。哎，晶莹没有做到这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是没有做到吗？真的，OK，所以这题来讲呢，我们先看看，每一个分母的部分哦，好像只有这个怪怪的，对吧？这个 x 减三，这个三减 x，所以如果我要把它直接的通分的话，这一边是要乘上 x 减三。这一边呢是要乘上 x，所以就变成 x 平方。这一边呢，其实呢，我只需要乘一个负呢，它就可以变成 x 减三了。所以我补一个负给它。再来的就是它还是欠这个 x 减二，对，x 减二。所以呢，我们过后呢，就是全部的已经是通分完毕了。你的分母可以不用去理它，你只需要记得，我到最后呢，我们要验算那个分母不要等于零。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看到呢，x 不可以等于零，不可以等于二，也不可以等于三。你只要记得这3个数不可以就可以了。OK，因为这里不可以 x 减二嘛，所以是 x 不可以等于二咯。x 吗？那 x 不可以等于零咯？x 减三吗？那 x 不能等于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展开一下，这个先整理一下，这个乘进去的话，减 x 加二，再把它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得到 x 平方加2x 减五。对吧？好像就做不到了吧？好像做不到哦，那做不到的话，我们唯有的就是用公式法啊，公式法或者配方法也可以。不过我们公式法比较快了，负 b 正负
b 平方减4ac 4520 24除以2。24的话，24是6424嘛，所以我们可以抽一个6424，所以是2根号6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约2，我们约2，约2，约2，约2呢，就会得到负1加减根号6，这个就是你的解了，也不用验算了，应该是也是可以的。哎，因为只要不是零，不是二，不是三啊，答案就行了。所以最终的答案呢，应该是这样子。我有没有弄错？我比较担心的是我弄错，好像没，好像没有。OK，应该没有弄错了。OK，确认。OK，就这样。好，再来第六题。解不等式，我们第一个呢，整理的话，我直接乘7428，我直接乘以28，乘以28月减7得到4，乘以28月减剩下7，7x 减7，然后呢再加上这个28，过后我会把这个 4x 拉过来变 3x，然后呢这里28减7得到21。啊，拉过去就减21，最后呢，x 就会大于负7的。OK，这个算是完成了。但第二个的话要怎样做呢？因为它夹在中间哦。OK，我们可以一起做哦。我们三个都加三，三个加三，这个得到负6，负16，对不对？这个得到 2x 啊，这个就到36，三个都除以2就得到负8，啊，这个是得到18。最后我们画一下竖线哦，这是18，这是负7，对不对？这个负8，然后呢，原本这个是在夹在这两个中间，这个呢又要大于，所以最后的 overlapping 的部分呢，其实是负7到18，这个是最后的解，最后的解是这个，OK，好，就这样了。好，再来第七题，解方程式，125是5的三次方哦，所以把它变成5的 3x 次方，很好。2的 3x，这样两个都是 3x，我们可以把它抽出来，5乘2得到10，所以你会看到两个的底都一样啦，所以是 3x 等于 x 平方。然后呢，x3x 拉过去就变成减 3x，这个可以抽 x 出来。x 乘三，x 减三等于零，x 就等于零或者 x 等于三，正确，非常好。OK，这个就这样子。再来第八题，图一所示是一个大圆柱体，中间切除了一个小圆柱体的几何图形，已知大圆柱体的底圆半径是12 cm，高是7 cm。小圆柱体的半径是 r，整个立体的体积是2090，请问 r 的值是多少？我们知道大圆柱体减去小圆柱体等于2090，我们就可以找到 r 了。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小圆柱体的体积没有，它不是讲小圆柱体。这个叙述有点错了，反正就是外面那个环的意思了。2090啊的体积派大 R 平方 h 减去派小 R 平方 h，所以派跟 h 它抽出来了之后，大 R 平方减小 R 平方，然后呢派是等于1/7，然后 h 刚好是7，所以月减得到22。然后12的平方是144，减去 r 平方，很好。然后再来，他把22给乘进去，哇，不知道是对不对哦，我按一下，22乘144，很大嘞，这减2090，1078再除以22，等于49，开根号是等于7，答案是对啦。不过你会看到，你没有计算机的一个情况来讲是相当的费劲了，对不对？我会建议把22先
拉过去除哦，所以是2090除以22，会不会比较容易？会比较容易啦，除以95嘛。所以你这个先月减变成95了之后呢，你再把它拉过来，你就会得到144减95。哦，就等于49，就数目就会小很多，你不用把22给乘进去了。OK， 所以你会看到呢，整个的顺序就不一样去了。好，再来横，再来过后，哎，等等啊，立体的截面面积，截面面积是什么意思？截面面积应该就是圆形的意思吧？我们只需要拍 R 平方就行了。哦，它的，喂，它的小 r 是7哎。等等啊，等等啊，等等等等，立体哦，所以立体的是应该还要不对了，等截面面积是打横切的意思，打横切的意思，所以它应该是拍大 R 平方减小 R 平方，对吧？这样子的意思啦。所以这边因为你找了7哦，所以你可以用12平方减7平方哦，你可以用12加7乘12减7，这个会比较容易的哦。哦，因为前平方加后，前平方减后平方，你把它换成前加后乘前减后哦，容易很多了。哎，他有讲保留派吗？他没有，哦，有保留派。OK， 所以这边呢就会得到19，这边就会得到5，19乘5，95 45，哦，515678995，所以答案是95派，这个错了啊。OK， 你忘记减，你是算了中，你算了大的，没有减掉小的。立体的表面积，哎，立体的表面积难哦。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95之后，我们把这个95拍啊上下 ，OK， 然后呢还有小圆中间那个面积，还有外面的面积，对不对？所以是二拍 RH， 然后。应该是95拍乘以2上下两个，然后呢再加上2拍 RH 加上2拍大 RH， 这两个你抽2拍 H 出来就会得到大 R 加小 R 啊，类似这样子了，就这个2乘95呢就会得到190了，190拍。那这里的话 H真的 ，H 是多少 ？H 是7，R 是12加7，这等于19，所以最后呢是19乘2再乘，就算一算了啊，我懒惰了啦，2乘7乘19，得到266，再加上这个16190，最后会得到456，所以这个又错了，456拍 ，OK。还有15分钟，还有3题这样子哈。我们看一下第9题，如图2，两个圆相交于点 W、Z 和 O， 不是 Z 和 W 不了 ，O 呢是小圆的圆心，已知 SUV 是105度 ，U 那里 U。V O 是45度 ，O X V 是60度 ，V O X 是105度。Oh my goodness. OK， X Y Z 这个角度是多少？是啊，这个角度。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先找这个角度吧，对吧？这里是180减105再减60，就会得到这个角度165，180减165，15度。但两个加起来应该是60度，所以我们有，哎，这个不行吧？这个不是圆内接四边形咯，不是的。这个不是圆内接四边形哦，哦呦，顾虑不是，怎么办？哦，
所以我要补线，我要补 WZ。圆内接四边形，外角等于内对角，所以这里是105。圆内接四边形，外角等于内对角，所以105，所以它其实是直接等于105。哇，这个 Isaac 好像很厉害像哦，105啊。所以，但是你不能直接写哦，你必须要写原因，为什么啊？所以你要补线 WZ，然后因为 VWZ 等于105，等于 VUS 等于105，圆内接四边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再用多一次这个定理，你就可以找出这个 XYZ 是等于105。WZ 呀。WZU 这个角度又会是多少啊？刚才这个有用了，这个15度加45度等于60度，所以我们用180减60就等于120，所以这里达到120，very good。好，Isaac 的几何还像不错哦。哎，还有 B 了，B 的部分 TS 等于 SR，PQ 平行 TR，PTS。S 的面积是64度，64cm 平方。QTR 的面积是多少？120吧。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呢，其实这两个三角形呢是等高三角形，因为它两条线平行，它的高呢都会是一样的，这个高都会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呢，PTS 是跟这个 QTR 是等高三角形，等高三角形呢，它的面积比等于底边的比。所以这里的底边来讲呢，就是一个是 TS，一个是 TR 啊，互相差2倍。哦，所以呢，这个 PTS 来讲呢是64 cm 平方的话，那 TQ QTR 的面积呢就会是128。哎，这题没有什么好做，2分罢了。OK，就是这样子了。OK，等高三角形。第十题，A B C D H I J K，这个是一个长立方体啊，长方体啊，AH 是10，就是它的高是10了。HAJ 是60度，OK，AJ 跟 HJ 的长度是多少？OK，因为 AH 啊，我们的找到的是 AH。哎，宜轩还在做，AH 是十，AHJ，然后呢，什么？HAJ 是60度的话，我们知道说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我们知道 AJ 就等于20了。OK，AJ 等于20有吗？还没算出来，还没算出来。然后呢，JH 来讲呢，就是十根号3。OK，我们纯粹用那个。30度、60度的那个直角三角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AJ 等于20，好吧？然后呢，HJ 等于10根号3。OK，如果 BC 也等于10的话，怎么可能？BC 等于10？哦，可以哦，我们刚才没有找到。哦，我们不是找到 AD，OK，可以啊，十。然后如果 DAJ 的角度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 AJ 是20，如果 BC 是10的话，这样 DAJ 呢就会是60度了。哦，因为这里是10，这里是20，这样这个呢应该，就是这里就会是30度，然后30度左边对边等于斜边的一半，这样这里的角度呢也会是60度，可以啊？然后这个应该也是，啊，只是会乱一点呢，是纯粹是那个立体的时候呢，你自己要看得出来它的平面是哪一个平面
哦，这样子而已。啊，120度，诶，120度不是啦，60度罢了啦。OK，要看清楚了。好，Alicia 这一题没有做哦，好像没有做到哦。啊，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圈。诶，嗯，这种题型，第11题一定是这个啦。啊，一定是这个集合论的。第12题我们不讨论啊。Marco，我们没有讨论这个第十二题的，所以你自己去做一下第十二题的。华文 Chinese、Malay、English，12个只喜欢华文，所以这里是12，因为它有只的关系，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做。7位只喜欢马来文，7位，3位只喜欢英文，6位喜欢华文和英文。三个都不喜欢的是 X，诶，三个全部都喜欢，全部都喜欢是五啊，所以如果我们先看这里嘛，我跳去看这个，全部都喜欢是五，三个都不喜欢是 X，OK，不喜欢马来文，等下我们再看一下啦，不喜欢马来文应该是这几个加起来，所以我们先看一下，6个是喜欢华文跟英文。所以减掉五的话，这里是剩一，对吧？然后呢，马来文跟英文是9个，减去5个，剩4个。然后呢，15个呢喜欢华文跟马来文，减掉5个，剩10个。最后，因为它人数是50，我们算一下这里是多少人？这里是10，这里是20，这里是30，对吧？5+4+1是10。30、42，所以这个呢是等于八。OK，X 是等于八，Y 是不喜欢马来文哦，所以是8+12等于20，再加四再加三再加一是等于四，所以是24，Y 是等于24。最后只喜欢其中一种语言的，就是7+3+12等于22。OK，完成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了。